主系列以及在图书馆的二楼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这边这个装潢的超级美，然后我现在打算来剪个片，然后读个书。我的宿舍是两人房吗？四人，我给你来 room tour。 Two separate time zones, either way we going all night long, up late smiling at you. 哇哇，那个感觉好美哦，我的天啊，就连树我都觉得好美哦。啊，所以这是屋顶吗？天哪，我好像观光客哦。欸，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没点开这照片，我就看到那个小姐的屁屁了。小姐的奥特曼。欸，那个牛仔裤会不会穿得太紧了？哦，你知道吗？这边人都超级爱喝气泡类的饮料。我知道。我刚刚呢，就是去拿了一个小小的货，大家看出来这个是什么吗？拆给大家看。好像有一阵子没有给大家拆包裹，因为六月我实在花太多钱。当然就是底片啦，我买了三个，这个是正常的底片，然后这两个是限定款的。第一个是这个公主系列的，我如果后置有放照片的话，会放在这边给大家看，就是它拍起来的那个边框效果。米奇的朋友，那因为我自从开始拍立得了之后，我就很常会上虾皮，然后看有没有什么特价啊，或者是哦最近有出新的一些款式等等的。The days we used to shine when we were young. I told you that we should start a band and reach for the sky. It's 2 a.m. and I can't fall asleep. I'm just not that. I can't get a walk. Get a little bit of a walk. You walk. It's too late now.I just miss you. Over. You now. I just miss you. Mm-hmm. 我现在下课，然后要回宿舍，给大家看。这里有一个楼梯，然后这个楼梯呢，直直走就可以通到我们的，在这里。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快，然后这条路通常都没有什么人走，所以我很喜欢。现在先回宿舍。Hello， 大家，这一支影片应该会有一点小碎，但是因为我觉得九月份算是一个
开学适应期嘛，然后加上我其实我在开学前也生了一场很大的病，然后开学了之后的第一周我还直接没办法上课，因为我确诊嘛，就该适应的那些时间都把它夺走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很有点像才刚开学那种感觉，就是一切都还很陌生，教室也都就是要提早在半小时去寻找，所以目前就是一直在熟悉环境，还蛮感谢就是我室友们都很好。九月份就算是一个匆忙的生活小记录吧，因为我接下来呢会跟央如出去玩，所以应该也会拍 vlog，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，我之后会努力的继续更新我的生活，下一期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